党政焦点来看到，民进党的台北市党部主委选举24号将展开党员投票。不过，现在党内竞争激烈程度超乎外界想象。今天下午，台北市党部主委候选人、台北市的前市议员王孝维，还有前立法委员薛林，一个指控对方送地瓜礼盒贿选，另外一个则回敬对方是黑道，还派人跟监竞选团队。两个人隔空互呛，党中央将组成调查小组，在下周三的中常会提出调查报告。不要这么龌龊。又会抹黑，这多人检举、公理、贿选、买票。绿营党内选地方主委，往内互打照样没再客气。台北市党部候选人前立委薛林6号出面控诉对手抹黑，对手都一直的攻击我。抹黑我，对手是前议员王孝维，秀出薛林阵营送的地瓜礼盒只会选，而薛林回击对手发冠军米外，还有派人跟监，这个就是偷拍，这个就是政绩，一昧的一直跟踪我的助理团体，威胁到他们的人身安全。我个人我不怕黑道，被指说是黑道，还被爆料他42年前其实叫做王坤松，犯下强盗罪遭判刑后才改名。对此，王孝维气到不行，出面说明时，一边用白板写标语回应：啊，怎么会跟黑道有挂钩？你有没有贿选？人家来检举，那你就要，做差的话了差。那如果让他当选了以后，台北市党部会不会变成国台办的基地？距离选举还有2个多礼拜，党内同志抹黑又抹红，选主委杀红了眼。记者刘伟成台北采访报道。